来给小狗狗陪餐了，狗粮打底，然后加的是这个冻干生骨肉。他不怎么喜欢吃这个狗粮，换一个冻干生骨肉试一试，捏碎然后搅拌它。这个是鱼油，每天都要吃的。用视频的时候，这个肚子上的肉都叠出来了，我就用一个可爱的贴纸把它挡住，哈哈哈。这个是液体钙，接着再来一颗蛋黄，再来一点下饭肉松，最后再吃一个小零食，这个是贻贝。它所有的吃的都要捏碎，因为太大了，它根本就嚼不动。捏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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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捏了好久呀。再加一点水，这个冻干本来就比较干，也可以让它多喝一点水。这个是泪痕液，马尔济斯的泪痕实在是太严重了。今天的配餐完成啦， Orange 来吃饭啦。他的表情好像在说，妈妈还不错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吃的还挺香的，之前也给他配过餐，但是他配餐吃饭的时候特别不听话，他就喜欢撒谎呀。不是受伤了吗？感觉可以在家里这段时间好好的做一个宠物博主了。你们看它吃饭，吃两口，狗不见了，它要出去晃两下，再回来吃。它注定是一只不能上进的小狗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吃饭的时候不要散步呀？下面是一段沉浸式吃播，又离家出走了。今天是所有配餐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了。是光盘小狗。